大家再观察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 demo， 会发现这个小球的出现有一个规律，也就是每一次这个数字改变的时候，会在原来的数字的基础上产生和原来数字形状一样的一群小球，之后这群小球以我们上一节所讲的那种物理运动的方式掉落下来。那么我们在对小球的运动做具体的控制之前，首先要生成这些小球。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代码应该怎么写。那么首先我们要存储这些生成的小球，为此我们要设计一个数据结构。那在这方面呢非常简单，我声明一个叫做 balls 的数组，初始化呢是一个空的数组，之后我们一旦产生新的小球呢，就添加在这个数组里就好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小球呢是彩色的，为此呢我设置了一个叫做 colors 的数组，在这个数组里呢我存储了十个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颜色。那么在具体生成小球的时候呢，我会从这个数组里随机抽取颜色来为小球附上相应的颜色值。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写一下小球生成的相关代码。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生成的相关代码啊，应该放在 update 里，因为 update 是负责数据的改变，而 render 呢只是负责绘制。那么生成小球是一个数据上的改变，我们呢调在 update 的相应位置。那么这个相应位置呢同样应该放在这个 if 语句里，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的时间发生了改变，就要根据当前时间的改变来生成一系列的小球。具体的生成过程呢，我们还看一下当前所改变的时间到底改变了这个时间的哪些数字，所以我们要对六个数字依次进行一次判断。对此呢，我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以小时的十位数为例，如果我发现当前的小时的十位数已经不等于了下一次要显示的这个小时的十位数，那么我在这里创建了一个新的函数叫做 andBalls 来负责加小球。那么在具体的加小球的时候怎么加呢？我要找到这个小时的十位数所在的位置，那么就是 margin left margin top 这个位置，以及相应的数字是多少，那么这个相应的数字呢就是当前所显示的这个小球的十位数字。那么在这个函数里呢，我将根据这些状态生成一系列的小球。那么类似的，大家可以想象我对这个小时的个位数也需要做一次这种操作。注意这里头的这个位置 margin left 加上15倍的 radius 加1，希望大家还记得为什么是15倍的，我们之前分析过。同理我们对这个时间的分钟也需要进行这样的操作，最后对这个时间的秒钟也需要做这样的操作。那么至此问题的关键就是 andBalls 这个函数应该怎么实现。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可以想出来这个 andBalls 这个函数啊，跟我们之前设计的 renderDigit 那个函数会非常的像。 renderDigit 那个函数是在 xy 的位置对 number 这个数字的点阵化进行一个渲染，而 andBalls 呢则是在 xy 的位置对 number 这个数字点阵化的位置加上一个彩色的小球。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函数呢也一定是进行一次二重循环。那么第一重循环呢是对 digit number 的 length 进行一次循环，第二重循环呢则是对 digit number i 的 length 进行一重循环。那么在这两重循环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判断一下当前的这个 digit number i j 是否为一。如果它为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位置添加一个小球。具体的添加过程呢，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我管它叫做 a ball， 就是一个小球这样一个类的对象。那么这个小球类的对象包含什么内容呢？首先包括它的坐标位置 x。那么 x 的位置呢，我们之前的课程呢已经分析过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同理我们应该添加这个小球的 y 的位置。y 的位置呢也在我们之前的课程分析过是这样一个位置。之后小球应该有一个半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半径都用我们声明的一个全局变量 radius 来表示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球的信息里呢可以不写它了。之
之后就应该是这个小球运动相关的信息。首先我们设计一下它的加速度，在这里呢，我对小球的加速度的设计呢是使用了这样一个式子，用 1.5 加上一个01之间的随机数，这样这个小球的加速度呢就是在 1.5 到 2.5 之间。我产生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让每一个小球稍微有点不同，这样呢表现的结果呢更加活泼。之后就是小球在 X 方向的速度，小球在 X 方向的速度呢，我采用这样的一个式子。那么这个式子看起来比较复杂，仔细分析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负一的多少次方，这个多少次方呢，我采用一个01之间的随机数乘以1000，换句话说是在0到1000之间，又用 sale 的方式取了一下整。所以这一段式子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取负一或者正一，如果我们随机出的这个结果为偶数，那么结果为正一，如果为奇数，结果为负一，最后呢再乘上一个4。所以这个小球它在水平方向 X 轴方向的速度是取负4或者正4的。当然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用更复杂的随机机制让这个结果呢更加的随机化，在这里呢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么同样在 Y 方向的速度呢，为了简单起见，我就取一个固定的值-5。那么-5这个值呢会使得所有的小球在蹦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稍微向上抛的这么一个动作。同样大家可以用随机化的手段使每一个小球的速度呢稍有不同，这样表现出来的结果呢更加灵活。最后一个元素呢是这一个小球特有的 color 值。那么之前我建立了一个 colors 的数组，在这个数组里呢我存了10个颜色。那么为此呢我就需要随机一个索引。那么随机这个索引的方法呢，就是用 random 这个函数取一个01之间的随机数，之后乘以 colors.length， 然后呢用下取整的方式，这样随机出0到10不包含10之间的这个随机数。那么在这里头声明一个小球，我运用了很多随机化的概念，使得每一个小球稍有不同，这样表现起来更加灵活，希望大家可以仔细的体会一下。同时大家可以改造这些式子，让自己的小球运用更多的随机化的结果，使得小球的表现结果更加的灵活。那么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小球，之后我们只要在这个 balls 这个数组中 push，把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一个小球 push 进去，那么通过这样的循环的过程，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产生出了这些小球。我们新产生的这些小球都是静止的，那么为了让它们运动起来，我们还需要编写相应的方法。这个方法呢，还应该放在这个 update 函数里。这个 update 函数负责了时间的改变，负责了如果当前需要产生新的小球，那么就要产生新的小球这样一个变化，与此同时还需要负责对已经产生的小球的运动变化进行一个更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声明一个新的函数，这个函数呢叫 updateBalls， 这个函数对所有已经存在的小球的状态进行一个更新。那么这个函数呢其实非常简单，和我们上一节分析的例子里面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上一节我们是对一个小球进行更新操作，那么这一节我们就要对所有的小球进行一个更新操作。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层循环，这层循环对这个 balls 的数组进行一次便利，那么每一次就取得了一个小球，对于这一个小球我们对它的位置相应的进行变化。那么首先呢是 x 坐标的位置加上它在 x 轴方向的速度值，其次呢是 Y 坐标的位置加上它在 Y 轴的速度值，最后由于我们整个这个小球有一个重力的影响，那么 Y 的速度应该受重力影响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么之后上一小节我们也提过了，我们应该对地板的部分呢进行一次碰撞检测，那么这个碰撞检测呢就应该这样写，如果当前小球的 Y 坐标的位置已经大于等于了我们整个屏幕的高度减去小球的这一个半径的话，那么首先 Y 的坐标的位置复原到这个地板上的位置，同时 Y 轴的速度取一个相反的速度。在这里呢我使用了一个摩擦系数，这个摩擦系数呢比上一节用的呢稍微大了一点，
这样保留了更多的 Y 方向的速度，它在 Y 的方向呢能够弹跳的次数呢就更长一些，这样我们这个小球的基本运动就已经完成了。最后我们就剩下处理小球的绘制了，那么相信大家已经对小球的绘制非常熟悉了。我们找到 render 这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呢首先绘制了时间，那么下面呢我们在后面加一段代码，对这个小球的这个数组进行一次便利，之后对每一个小球进行一次具体绘制。那么具体绘制的代码呢是这个样子，首先对这个绘图上下文环境附上小球的颜色，之后 begin path 一个 arc 把这个小球给画出来， close path 最后一次具体的 fill 让这个小球真正的渲染到了屏幕上。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倒计时的绚丽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是不是非常的酷。当然了，我们在这一小节里对小球的运动进行了诸多的设置，大家对这些设置呢也可以以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改造，比如说碰撞检测可不可能对两侧的这个墙壁加上相应的碰撞检测代码，再比如说这个弹跳的数值可不可能进行一些改造，使得整个小球的表现的方式呢截然不同，都有待大家去实验，相信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大家加油。